你即摆是又搁用啥物 BP 的手段来逼出咱后期天成来跟你合作？你唔拿 BP， 甚至搁已经违法，到底想叫咱来做？你迫害天成集团生物李纯的 case 啊！我相信查理银爸妈那是怎样，绝对头壳冒冷烧。看杜承恩这个态度，车内底迄个人应该都是博爱住宿者。只要搁花一个月时间，我保证天成集团资金的调度绝对会有问题。哎呀！你在创啥？紧走，紧走！你袂到杜承恩背后的住宿者，紧的是。我后头厝已经无去啊，我无伊去予病院，去予前面女人抽走。我一定尽我上大的力量替你保掉病院。你即马伫个跋倒一出啊？咱讲好的合作毋是安尼的，是安怎雄雄无要予我接手我家的病院？你若真正无法度应付哦，就宣布破产就好啊嘛，放予伊去啊！咱讲伫这间病院，你有想要得到物件？我无法度忍啦，我真正做袂掉啦，我做袂掉啦！不管什么理由，我就是反对破产啦。阿曼妮，我一定爱自然产啦。我看你吼，根本干那要紧林顺，拢无要紧曼妮啊！放下啦，是伊啦，应出应计啊！你即摆是又搁用啥物 BP 的手段来逼出咱后期天成来跟你合作？你唔拿 BP， 甚至搁已经违法，到底想叫咱来做？我确实是假，我已经结婚了呢，咱两个是无可能的。我唔敢讲你是违法，你的婚姻是你的，我的感情是我的，这两个并无冲突。我拄才因顺利迫害天成集团生物李纯的 case 啊，我相信查理银爸妈那是怎样，绝对头壳冒冷烧。看杜承恩这个态度，车内底迄个人应该都是博爱的住宿者。只要搁花一个月时间，我保证。天成集团资金的调度绝对会有问题。哎呀！你在创啥？紧走，紧走！你袂到杜承恩背后的住宿者，紧的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